上来。顾总不了，我有事儿，你自己先走吧。别说了，先上来。请擦擦。谢谢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妈出事了，我家里面，然后你家在哪？我家在荣城。计划安全带。不好意思，顾总，我刚刚是太着急了。你慢慢会没事的。我从小到大都是我妈妈一直在陪着我，而且她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。我本来想着我工作了，我可以自己努力，可以给我妈妈更好的生活。我特别害怕她出事。你先别着急，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。我没事的。啊，切！谢谢。喂，我可能过不去了，临时有点事情。好。我是不是耽误你正事儿了？没事，不重要的事情。郑阿姨，我妈妈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可算来了，已经送进去抢救2小时了，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那你知不知道她怎么就会煤气中毒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每天啊8点跳舞，可是今天左等右等，你妈都没来，所以我就去你们家看看，结果一到门口，不得了，一大股子煤气味儿。哎呦，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，我就赶紧打120了。谢谢您，郑阿姨。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，别客气。啊，你既然来了，都1点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谢谢郑阿姨。别担心，会好的。嗯，谢谢你，顾总。我妈这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呢。时间不早了，要不你也回去休息吧。雨天夜路，副驾驶没有人，容易打瞌睡。我明天早上再回去。着急也没用，过来坐。今天的雨很大，雨过就会天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大夫，我妈妈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好在你妈送来的及时，现在已经抢救过来了。谢谢你啊，大夫，真是谢谢你。不过病人吸入了大量的有毒气体，虽然抢救过来了，但是还是要留院观察。好，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去办住院手续啊？啊，我听说你男朋友已经把住院手续办好了。我男朋友？对，办好了。谢谢啊。没事。